哎，开始啊，进来人了啊，咱们直接介绍东西啊，一边介绍东西呢，咱们一边讲讲咱们什么时候拍，大概都有什么东西啊。明天的第一件就是一件非常精彩的小玩意儿啊，一个把杯。你看这个把杯啊，这过去中国人这个就已经烧把杯了啊，当然了，这个当年可能是用来喝咖啡的啊。画得很好，往前推一下，看看里边画了两个人物，我猜一个是张生，一个是崔莺莺啊，我猜应该是，人物画得非常的细腻啊，这边有一些，祥瑞的这些法罗啊，富贵吉祥画片的花卉，这边呢画了个。崔莺莺啊，身头戴着这个金冠啊，珠翠。这边呢就是宝瓶啊，这边花篮，这边是谁？哎，土丹呐啊，这个是刘海系金蝉，也是旺财的意思哈、啊。这金蝉三条腿的蛤蟆叫金蝉，对吧？哎，张生来了啊，抱着这画卷画的是谁呢？不知道啊，画的是崔莺莺。再往这边转啊，转一圈了啊，里边呢在底下还有一圈蝶恋花啊，画的也很细腻，这典型道光啊。咱们看这底，这只杯子呢是全美品，保存的非常好，150年了啊，存到现在非常好，一点毛病都没有。里边呢画片也很有意思啊，里边画的是这儿呢，里边画片是画了一个蝙蝠，上面还有金钱啊，这意思就是福在眼前啊，你看寓意多好啊，上面还有这个上花鸟纹啊，福在眼前啊，特别好的一只全品杯子啊，半杯，咱们买回去喝咖啡、喝茶、喝什么都行啊，喝豆汁儿那最棒了，豆汁儿威廉，喝这个，你看有意思啊，半杯满描金，画片满描金，而且非常细腻，非常非常满，它这个没有留白，基本上啊都是一组一组的，连人物带画片啊，非常漂亮的一只半杯。明天咱们就拿这个开场是吧？希望明天拿这个开门红啊！明天在哪儿拍？在那个抖，不能说了。好，下一个。明天不是在那个老铁拍啊，是在那个抖拍啊。粉彩岁寒三友马蹄儿杯啊，粉彩岁寒三友，这也是道光的一个小马蹄儿，来给个镜头，这是明天的第二件啊。道光的粉彩呢，其实还是有它的时代特征的啊，相对来说呢清秀一些，然后也相对比较细腻，其实啊，松竹梅，你看松竹梅啊，松竹梅岁寒三友啊，比君子。来，往前推一点，对六，道光本年的一个马蹄儿杯啊，岁寒三友，粉彩岁寒三友马蹄儿杯，拿这杯喝茶美美的啊，里边还有一个小寿桃，对六，这颜色也非常漂亮啊，小红桃熟透了啊，怎么还有一大哥跟我说早上好呢？洛你好啊，上次说明天，然后等了好几天没等到，明天。这个咱们老铁这边的朋友，我不在老铁这边拍啊，我在抖那边拍啊，就在隔壁拍啊，咱们您跟那边等没用，等不着我，我在抖那边拍，不在老铁那边拍啊，老铁这边只是转播啊，你要有兴趣的话，明天来隔壁啊，明天来隔壁来拍来。上次说明天啊，一等就是一年多，下一个啊，咱们这杯子就一带而过，因为非常开门，非常典型啊，这小玩意儿呢还挺不错啊，乾隆的一个小石榴，割釉石榴水鱼儿，这种东西呢，它一看就是木骨是吧，它在仿这个歌谣，但是呢
汝官割军令，如果咱们说严谨点说呢，从南宋以后呢，这个所有仿五大名窑的这个器物呢都叫割釉啊，官釉，仿官釉是吧，仿割釉，这就是典型的仿割釉。金丝铁线，一个小石榴，你看缩小点看啊，它是不是一个石榴尊呢？对溜，香说的对啊，香说的对，小蝌蚪的蚪啊，明天晚上八点啊，像是一个小石榴一样的水鱼啊，那叫石榴尊也可以，叫石榴水鱼也行。过去文人呢拿这个研墨啊加水用的水鱼啊，你看声音很美妙。年份还不错啊，年份还不错。整体品相呢也是一个全品啊，就是没有磕碰，也挺好玩的一个文人啊，一个文人案头的用具啊，穿越了两百来年啊，看看咱们谁有兴趣啊。这东西也不贵啊，我估计大几千块钱。好，下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看来这个，哎呀，这种茶杯呢，相对来说呢，一般碰到的就是外面写着阿弥陀佛，里边写个茶，这个呢写的还挺有意思啊。底款写了个寄托款，万历年制啊，写了个万历年制，但不是啊，这是清代的，清代的啊。阿弥，然后稍微往回缩一点，我觉得都快看不清了。哎，对，清中期左右啊。阿弥陀佛呢？佛在这儿呢，佛在心头座，佛在里边呢。哎，这个拿这个喝茶呢，哎，咱们就拿这个喝茶能消业啊，能消消业啊，离佛祖近一点。咱们这个坏事干太多呢，这个拿这喝点茶是吧？口沿有一个抱佑。这个抱佑是天生的，是一个气泡啊，能看清楚，不用放大。这个大概有一小米粒那么大的一个抱佑，烧的时候呢，这个釉有一个空气，空气完了之后爆了啊，爆了就是嘣啊，爆出一个小抱佑来，不耽误您喝茶啊。阿弥陀佛，好，看下一个啊，咱们有随讲呢，大家随问啊，有什么想看看再拿回来看看的，大家随时说啊。天启啊，这个就是很比较典型的天启。你看这个，咱们说晚明哈，嘉万啊，嘉万时期到了这个以万历为主呢，就是很典型的万历风格呢，延续到天启。这相对来说呢，天启就是这种状态啊，天启其实是一个挺尴尬的一个时期哈，它比不了这个崇祯的细腻，又对这个万历的那种气势呢又有所衰弱，但是呢他又独创他一种弱弱的，然后那种晕散的这种状态哈。底下一般人说这个兔子款是吧，但是这个没有款哈，高士图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有点意思，一个天启时期晚明时期的一小罐啊，高士图，这边是一个高士，转过来呢有一些花卉栏杆，远山还有太阳是吧，然后呢这个小童拿着书过去给高士送书去了啊，弄这个金瓶梅啊，看看底，这呢这个罐子呢其实是一对儿，但是呢都有一些老伤害哈、啊、都有一些老的伤害，但是呢倒无所谓啊，那、这个便宜就行，这东西肯定就贵不了。但是呢，它是一个标准器啊，这一个天启时期的这么一个标准器，它的人物啊、发色呀、釉面啊、画工啊，它都特别天启。咱们再看口也是，你看这种破破烂烂的，是吧？哎，人物呢还是挺有神韵的，画的啊。老神仙里边的内堂呢还能看到它的接胎痕，内堂能看到接胎痕，很明显的一个接胎痕啊。哎，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天启时期的标准器啊，咱们这东西估计也不会太贵啊，估计不会太贵，拿回来学习学习啊就可以。看下一个，下一个跟它长得一样啊，其实这俩是一对啊，来看看下一个。
明天晚上八点拍啊，明天拍，咱们今天呢给大家过一遍啊，简单的给大家过一遍，让大家大概有个印象，明天都拍什么，然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还可以问。这也是刚才那个啊，画片一样，也是高视啊，高视图，哎，对溜高视啊，也是大奔头，奔头大脑袋啊，豪仙问路仙啊，小孩啊拿着本书。过去给送书去了啊，还是这么一个片儿。底这只呢，底的状态比那只会好一些，是吧？这至少没有冲线。底釉相对来说呢，还是呈现这种过渡期的特点哈。它那底釉呢不匀净，然后呢，厚薄厚不一，缩釉点呢也是分布不均匀，然后整体体现出来一种。天启时期很典型的这种鼻涕釉的这种状态，是吧？流釉啊、鸡釉啊那种。这个口沿呢有一点点小磕在这儿啊，在这边拉这儿啊。这只罐子呢保存的相对来说好一些啊，从发色、从器型、从人物画片、从这个整体的保存状况啊，这个不难分辨啊，这个时期都是不难分辨。怎么说呢，那个时期啊，对于这种画片呢相对来说，什么仙人啊、高士啊、八仙啊什么，就爱画这种跟道教相对来说相沾边的东西。挺了这么好几百年了啊，不碎啊，没不容易。咱们明天看有没有兴趣的朋友啊，拍这玩意儿挺好啊，没多钱，没多少钱，花钱不多，找乐不少啊。看下一个，呵，这个墨彩啊，画的挺有意思。小孩儿，这当年都是卖到欧洲去了啊。来看看这个杯子啊，哎，对，来个杯子。这还不是麻姑啊，这还不是麻姑。来往前推一下，哎，对溜。墨彩描金人物啊，这个雍正时期的墨彩描金画的呢，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生活化的场景啊，就是哎，小孩还拿一小燕儿啊，拿一小鸟，这边还有这描金的竹子、柳树，这个一看就心情不错啊，这个踏青去了，呵呵，这是他小姨，这是他妈，估计是啊，这姐儿俩长得很像啊，然后这。我家有一些，这是他青姨，能不能这个私下去西湖了啊？游湖借伞去了。哎，这边还有一组花卉啊，画得很潇洒，这笔路唰唰唰唰唰就这几笔啊，画得很潇洒。胎也挺好，釉也挺好，干净漂亮。里边呢就是一些西洋花卉，这个当年呢都是卖到欧洲去了啊，雍正时期的一个外销的这个茶杯，大小呢还挺合适。村长，哎，今天声音不清楚，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大家去帮我测一下声音有没有问题。今天精气神挺好，那必须的，哪天都测好啊，精力充沛。这个口径呢也非常好，这个呢，这个 7.8 厘米，就是正好咱们喝茶，喝点茉莉高碎啊，这个太舒服了啊。如果太大太小呢，就有点憋屈啊，有点憋屈，这个最合适哈。对，口沿有一个小小飞皮，这小的都不能再小了，比那半拉小米粒还小的一小飞皮啊，不影响喝茶，挺好。好，看看下一个，正常啊，正常，好。这个是两个，来都拿过来吧。Chinese Mandarin， 满大人。两只呢都是全品，两只长得还都一样啊，难得啊，咱们分两个标的来拍，非常漂亮。满大人啊，咱们看一下啊，直接给镜头，这就是咱们非常传统的茶杯了啊，这个拿着喝最棒了啊，嘿，你看看，哎呀，画得很漂亮啊，咱们就拿一个奖啊，拿一个奖。正常正常，好好好好好，太好了。
乾隆时期咱们一看这个就是啊，乾隆广彩，对吧，这个各种彩，你看这个胭脂都上来了啊，胭脂墨彩，然后这个各种颜色，你看红黄蓝绿是吧，这五彩黄啊，亭台，你看它这个坐在一看就是住在户外的这个亭子里啊，这块有茶桌，再往里边看都能往里边看啊，一层一层的啊，三进的院子啊，哈哈，这块呢有俩孩子，大孩跟二孩啊，脑袋还刷着梳着抓髻，这是满大人，对吧，当官的，这一看就是这个苏克阿扎什么什么鄂必能，哎呦，什么鳌拜，哎，这是一个小跟班，你看这一看就年轻了是吧，还拿一个烟袋，哎，这块啊，后院的媳妇带着孩儿啊，这么一个生活化的一个场景。这时候的乾隆时期呢，受到西画的影响很严重，就是也会产生这种透视啊、空间啊这种状态啊，有这种柱子啊、门楼，然后进去之后还有一窗户，窗户里边呢能看到哎房子的结构，这个肯定是受到西洋画的影响。描金呢富丽堂皇啊，里边画的各种缠枝花卉啊，画的密不透风。那这种杯子呢，鳌拜跟鳌页，这种杯子呢还是挺不错哈，挺不错，挺漂亮的啊。乾隆时期的，咱们来看这底也是啊，非常开门漂亮，底釉呢熟透了啊，这种熟透了这种，哎，大家看啊，乳浊感啊，小缩釉非常漂亮啊，基本完好哈、啊，基本完好。这块有一个小虫皮儿，底这块有一个老的小虫皮儿，窄着无所谓啊，这就蹲了一下，然后拿8/4拔一下就看不出来了。里边也是啊，非常干净啊，干净漂亮。有个小缩釉，有小黑点儿的，都是釉下的啊，小黑点儿都是当时画的时候溅了点墨，哎。漂亮啊，满大人啊，稍微往前推一下，看看这杯子，其实他画的还是挺细的，对对对，好好好，有这人的表情啊，手里还盘那朝珠呢啊，桌子上两杯酒，然后这转过来啊，人物都有交互啊，互相聊天呢，描金，哎，这边这都说话了是吧，有交流。好，另外一只也是啊，另外一只也是啊，嗯，画片都一样，都是乾隆时期的这么广彩啊，底也是非常好，底也好，里边也好啊，干净漂亮，两只啊。明天咱们晚上8点啊，大家对茶杯感兴趣了，今天咱们这场前面的茶杯还是蛮多的，而且都很漂亮的茶杯啊。哟，盖碗来了啊，嘿，这厉害了，这个存世量特别少啊，存世量特别的少，特别的少，惜春叹春啊，呵呵。贾宝玉，这是一个诗文人物结合的《红楼梦》题材的啊，这么一个盖碗。贾宝玉，女娲补天的那个五色石啊，掉一小块是吧，这就是贾宝玉，通灵宝玉啊，巴拉巴拉巴拉巴啊，巴拉巴。宝玉乃通灵宝玉，托生荣国府中啊，生时韩愈因为其父名贾政，母王氏，妻宝钗，黛玉匹配于什么红楼中，他如之这个不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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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一顿扒拉啊，全是这个，呦呦呦，好家伙，再倒了啊！诗文，大清咸丰年制，咸丰啊，咸丰慈禧的爷们，同治他爹啊。死在热河啊，没多少年，所以这个村长来了，报告村长。咸丰相对来说存世量低一些哈，咸丰啊，这个贾宝玉这边呢，气质美如兰，才华富比仙，天庄称孤僻，人皆喊称
道什么什么什么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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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说了半天啊。妙玉，妙玉不是尼姑吗？这不是这是写的是西哦，妙玉还真是妙玉啊，拿着拂尘呢啊，这我这一直以为这画的是啊，还真是妙玉啊，这写着呢啊。妙玉就是，哎，挺清高是吧？各种事儿逼，哎，比较孤僻，然后写着了是吧？啊，大清咸丰年制原盖啊，原盖的这么一个盖碗，全品啊，全品。咋在热河啊？热河就是避暑山庄嘛。咸丰皇帝本固在避暑山庄嘛，一口老血吐出来，好家伙的就引出来这个叔嫂联手嘛，叔嫂联手扳倒了顾命八大臣啊，就是这个六爷鬼子六啊，这个恭亲王奕欣跟那个慈禧太后俩人啊。好，来看下一个啊，不扯他们了啊，接着往下看，都带到。为什么画和字写的那么漂亮，画的那么漂亮啊，字儿写款儿写的那么丑，款儿跟画面是分着人做的，一般就是过去这个写款的人就管写款，画片的就管画片，写字儿就管写字儿。来看看这只茶杯啊，这个西楚霸王项羽啊，西楚霸王来往前，哎，好，这边是一个武将啊，武将打扮啊，金盔金甲啊，吞尖兽，手里拿着大宝剑啊，大宝剑啊。西楚霸王项羽，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髡，帐下有八千子弟兵，那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直接因鸿门宴啊，巴拉巴拉巴拉啊。刘邦赴宴之时，相模相装，拔剑闯入啊！这个贯口都不背了啊！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是吧？西楚霸王啊，人们还是挺喜欢他的啊。这个力拔山兮气盖世啊，后来呢，自刎乌江了哈、啊。这个十面楚歌啊，这个一败涂地，最后就。嗯，分了被敌人啊，对刘邦的人分了尸了哈、啊，这个一共分了五块啊，分了五块的人呢都封了列侯了，比如吕马通啊，老博士九十余啊，遭秦火藏书啊，这个浮生啊，浮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无双谱呢，这里边有各种英雄人物，有文的，有武的，有男的，有女的，都是。天下无双，有的是武冠，有的是智绝，是吧？这个文韬武料啊，这个比如说诸葛亮，比如说花木兰，是吧？比如说岳飞啊，这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啊。这个浮生呢，相对来说大家可能陌生一点哈、啊，陌生一点，就是当年呢说活了一百岁啊，老先生啊，浮生。他最大的贡献是啥呢？就是秦朝焚书坑儒啊。这老头把这个尚书啊，这个藏着那个夹壁墙里了啊，就躲过一劫啊，为人民保留下了革命的种子，哈哈哈哈，所以呢这方面啊有杰出贡献奖啊，所以一文一武啊都是天下无双的英雄人物。你看中国人从来不以成败论英雄啊，无双谱里边没有刘邦，有项羽，你说有意思没意思是吧？哎，有诸葛亮，没有司马懿，对不对？最后谁赢了？有岳飞，啊，怎么没有那谁？那谁是真的有不了啊？秦桧先生啊，就是失败，他不一定，他不是英雄啊，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民族从来不以成败论英雄，嗯。看看里边啊，对，哎，悔不听当初亚父范增所言，呵呵，今日国有此败啊！
这个捂脸见江东父老啊，直接就自刎了啊，自刎乌江啊，西楚霸王。好，看下一个，这个是道光的啊，道光的西楚霸王项羽，哎，这也是一对儿，咱们直接拿俩也行。这个无双谱里边竟然还有刘晨，就是这个没有刘备，没有刘禅，对吧？有诸葛亮，竟然还有刘晨，为什么呢？他也是失败嘛，他失败的不能再失败了。刘备的孙子啊，哭祖庙啊，在刘备的庙前自刎，是吧？这就是跟项羽一样哈，事业失败而自刎，但是呢，名垂千古啊。哎呀，这是一对光绪官窑啊，光绪官窑的这个。当然了，咱们这个分开拍啊，雨露均沾。因为有的朋友就想要一个啊，咱就来一个，想非得想要俩呢，您就按照这两个标的拍，质量呢非常上乘的一对儿，单只也可以拍啊，咱们稍微往前点。哎，素三彩啊，素三彩的光绪官窑小牌，黄地儿，绿鹤龙纹啊，这个二龙斗宝啊，非常漂亮啊，二龙戏柱。背面呢也是啊，螭龙，那边写着大清光绪年制，看这油乎乎的，老透了啊，舒坦极了啊。这两只呢，来给我个镜头，这两只呢有个注录啊，有个伟大的注录，就是它啊，因为这两只是我的小牌，然后呢，因为它非常标准，它作为标准器呢，我就收入到我这本书里了。这样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书呢去学习这，哎，这东西啊，这样有一个，什么东西都是需要有一个标准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收录到这本书里了。就是这两只啊，这两只的同时放在这一页里了哈。这样呢您就踏实了啊，踏实了，妥妥的踏实了啊。有个注录啊，咱们在这个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我这本书啊，这两只呢啊，正规出版物啊，呵呵呵，饺子，什么饺子，苍蒙集晚清官窑瓷器啊，这本书。没什么可说的，就是非常非常开门、非常标准的光绪官窑这个小牌儿。相对来说呢，等级呢也偏高一点，内外黄啊，这素三彩比那个缠枝莲啊什么的会肯定是高得多啊。然后暗刻龙纹，二龙斗宝啊，二龙戏珠啊，非常好看的这个啊，吃饺子用的啊，书买了就怕牌了哈。所以这个呢也算是相对来说比较过硬的注录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注录呢除了我自己的这个东西之外呢，还有很多啊，就是专家呀、老师啊、老前辈的这个提点啊，但这些东西呢都是经过筛选啊，找最漂亮的、最标准的，看这块有一些很典型的啊蛤蜊光的分布啊。作为标准器呢也不贵，是吧？晚清官窑这种小牌也不贵，它就算全品也不贵啊。所以作为一个标准器，你看这种蛤蜊光的分布啊，自然精彩啊。书还有吗？书有啊，书如果有想买书的朋友啊，到我的小号叫苍蒙集书院，可以搜苍蒙集书院，在抖抖搜那个苍蒙集书院啊，小车里就能买到啊，八折出售啊。看这蛤蜊光，哎，就是官窑它肯定是假货的高发区啊，这个没办法。所以呢，如果大家想买标准的、买开门的啊，大开门，哎，对溜，肥牛大开门啊，苍蒙集书院，咱们给个镜头啊，就这三个字儿，苍蒙集，这仨字儿是苏老爷子给写的啊，苏世树啊，咱们书协主席苏老前辈啊，老神仙写的啊，
苍蒙吉书院，就是我的小号，然后咱们如果需要买这书呢，就去那个小号里买就行了。对，这两只呢就都哎大开门是吧，嘿嘿嘿，这两只呢就都在书里边已经注入了啊，出版了，这个就大家就没有烦恼没有疑问，非常好。好，下一个。下一个呢，这个呢也是我好多年前买的了，这个我想想多少年前啊，这没有本钱我都不记得多少钱了啊，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啊，好久好久以前，大概七八年前，一只标本，然后呢这么多年了，我以为是苏轼提的匾。啊，觉得我老了一些，因为我这个白头发我没剃头发，这脑袋这边的白头发有点多啊，不过我确实也不年轻了啊，得奔五了啊，43岁的老同志啊。奎凤大碗啊，奎凤大碗这个买的，这个明晚拍，对，明天晚上8点，这东西嘛买的很早很早，在很久很久以前买的标本。很漂亮，因为当时我看到呢，我说哎，这可惜了啊，虽然说摔坏了，您来大家看里边一看就知道啊，摔坏了，哎，典型摔坏了，但是呢东西很开门啊，43岁虚18岁，哈哈哈，东西很开门，彩很漂亮，我当时就买了，花了没几个钱买的，好像是哦，实在记不清了，哈哈，往前推一点给大家看看啊，虽然坏了啊，但是画得好才好。在我手里真的是留了好多好多年，至少七八年了啊，我一直没舍得卖，因为它的釉也干净洁白，彩呢不拖泥带水，也很立正，而且彩很漂亮，大家看这个彩是不是很漂亮啊，彩很漂亮，你看看这花卉的彩鲜艳干净，纯度也很高是吧，如果好好修一修呢还是件好东西啊，你看这蓝彩多漂亮啊，到了晚清，如果有的时候它的质量如果不好呢，那彩就特别不好，但是这只呢彩是一流的，所以呢当时我一看，我说哟，你这个彩真好，虽然碎了吧，但是我得买啊，哎呦，你看这块儿，看这发色，看这底釉，看这胎，我们收藏呢，就是如果你真的爱哈，就到了今天啊，到了现在我也买残器，就是官窑啊或者民窑的残器我也买，因为我一看哟，这质量真好，款儿也好，立正，然后款儿的发色也好，底釉也漂亮啊，你就会觉得哎，会被它这些点打动，然后你就会买哈，这是出于你对这件东西，对古董，对文化的热爱是吧，这那里釉你看多好，它这个旋一个啊，里边都有这个拉坯的时候这个痕是吧，它这个一个破碗啊，虽然破了啊，不怎么缺肉，当时粘的那也是稀的咣当啊，瞎他们一粘，要好好修修呢还是挺好的一件，挺漂亮的一件东西，来给我个镜头，哎，你看这种奎凤大碗是吧，美的东西呢我们都喜欢，美的东西我们也都能欣赏啊，虽然它坏了，但是呢它不失为一件官窑里边的精细之物啊，就是它整体质量非常好，所以这件东西呢，这种典型的官窑啊，这是典型的官窑啊，修的真次，哎呀，我亮哥来了，社会我亮哥，哈哈哈，人狠话不多，因为这种东西呢，其实出于大家对这东西的热爱啊，你看21年我记得很清楚啊，21年工美专场，大邑的工美专场也是这个啊，光绪奎凤碗少了一大块，就这个从这儿呱一个 U 型少了一大块，拍了38000，就是大家认为漂亮啊，它虽然坏了，它还是一个很标准的标准器哈，很标准的官窑标准器啊，所以这个我买了好多年了，这个对，这502粘上的啊，
对，这个可以去修一修啊。这件东西呢，就在我手里留了那么多年了哈，在我手里卖出去的，奎凤大碗也不计其数了，我也不知道多少了啊。道光的，什么同治的，光宣统的，光绪的统，哎呦喂，太多了。这只呢也很漂亮哈，有点苹果绿的味道哈，苹果绿的。咱们稍微推荐点给大家看看啊，海水暗刻二龙赶珠纹，也是光绪官窑啊，光绪官窑，挺漂亮的，这种淡雅的，这种有点苹果绿的味道，是不是？然后呢，内壁呢是松石绿啊，外边呢是苹果绿，也是很典型的大清光绪年制光绪官窑啊。哎，这样是清楚了啊，二龙西柱，二龙赶珠啊，五爪龙纹，你看这龙纹画的还是相对比较凶猛的。转过来呢，就是这种蛤蜊光还是能看到啊，单色的魅力啊，挺漂亮。漂亮漂亮漂亮，里边呢施的是松石绿啊，往回拉一点，哎对，有些许的磨损，因为它这个对吧，它有使用痕迹啊。这只碗呢也在咱们这个藏蒙集的这本书里哈，也是因为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标准，你看，我要说就是这只，你们跳下来给我个嘴巴啊。这个同款，同款有一只胭脂红的啊，还有一只绿的，这个画片什么的都一样，但是呢颜色不一样啊，颜色不一样，跟大家开个小玩笑啊，来给我个镜头切一下，就是这只啊，就是这只，因为它那个哎，就是这只是吧，咱们一对款一对这个画片都知道了啊，这只也是我个人的，所以呢留了也是好多年了，跟奎凤碗差不多，留了个好多年了，我记不住了啊。然后呢这只呢也是啊，咱们明天晚上八点有注录的这只哈，它也是没什么毛病，它就是口沿有一块小磨啊，这块，然后底呢有一小奔奔啊，那这种东西不会太贵啊，很漂亮的一只苹果绿暗刻龙纹的官窑碗啊，有注录的啊，大家买了之后也放心，对吧？好，我还以为我色盲了，哎呀，大厉害来了啊！大力，喝大力，喝大力，大力才能出奇迹。哎呀，黑头大。大脑袋龙啊，大手大脚，然后大黑头，这个呢猜也得猜乾隆啊，乾隆官窑云龙纹，青花云龙纹盘啊，乾隆官窑这个漂亮了啊，这大龙画的，来往前推一点，哎，凶猛肥硕，这爪子也是啊，跟那鹰爪似的有力，然后呢胖乎乎的，这个是乾隆的特征啊，他比康熙的呢更雍容华贵一些，康熙的呢杀气就更浓一些，更硬朗一些，乾隆呢就更胖乎一点啊，更有腹啊，有腹料，看看开门不开门，大家看一看大清乾隆年制乾隆官窑，真漂亮，是不是？今天我要当1250号，呵呵呵，大清乾隆年制哈，你看这修足多好，特别标准，特别典型哈，这种黄奕的这种啊，乾隆官窑修足，你看，哎，乾隆的龙纹，你看看，富贵啊，丰满，弹性十足，立体感十足，看这大爪子，真漂亮。真漂亮啊，哎呀，开门呐、啊、哎呦，那必须的呀，看看这开脸。乾隆官窑有画的不好的，就是龙纹有画的那种扁扁的龙就不好看，这就是大胖龙画的好。龙纹画的也好是吧，有层次啊，叠加的这种圆咕隆咚的啊，一看就是有腐啊。立龙也是啊，中间的立龙画的也好，富贵漂亮啊，明天晚上八点在抖抖啊，抖抖抖抖抖抖在抖拍啊，在抖拍
真漂亮。这种盘子呢，光绪的多啊，乾隆本年的老的少，呵呵，新的多。呵呵，这只呢有点小小的小毛病哈，就边上有一个特别小的一小颗，然后这个到时候明天给大家看紫光图啊，特别小，不伤大雅，有点小颗呢，便宜呀，是不是？乾隆冠窑，咱家也来一块啊，跟家一摆，我家伙谁来谁鼓掌啊！好，看下一个。芝麻大开门啊，一看伙食就好，嘿嘿嘿。对，这放糖拌西红柿挺合适的啊，这叫有立体感，没毛病啊，说的太好了啊，这词儿我都没想起来，让您给说了啊。怎么能参加线下拍卖，想长长见识，这个关注那个拍卖的这个线下拍卖的各大公司的广告，然后去现场看就行哈，比如嘉德保利啊、大益啊、什么中判啊、中贸啊等等等等哈，咱们一线好的、形象好、气质佳的拍卖公司都值得一看啊。有点小颗也不便宜，便宜500块钱一个。来，这个漂亮了啊，给大家看看这个发色，这个发色吓死人啊，往前推，哎，稍微往后拉点吧，哎，好好。这个发色吓了我一跳啊！当时我买这个的时候啊，这也是我的啊。他气死乾隆，他不让雍正。咸说错了啊，这嘴瓢了啊！大庆嘉庆年制啊，嘉庆，他气死乾隆，他不让雍正，画的真他妈好。来缩小点给大家看看细节。哎呦，真漂亮啊！嘉庆官窑给乾隆气了个咯搂一声啊，本来还能多活两年啊，太上皇当了三年，就看见这碗之后，哎呀，直接吐血而亡啊，定格着在了这个63年啊，执政63年，嘿，89岁高龄离我们而去啊。看龙凤碗，看看看这发色，哎呀，这好家伙的，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钱家伙啊？这他妈气死乾隆，这给乾隆气的从棺材里跳出来了啊！你看这质量，这质量他妈秒杀乾隆。哎呦，所以当时我。这就是出自对瓷器的热爱，是吧？就是你看这款儿，端庄漂亮啊，一点都，因为乾隆晚期的款儿有的时候就有点糊弄了。你看这款儿，我估计是嘉庆元年的啊，这彩，好家伙，我当时一看见这个，我也机灵一下子，拘溜一下子，来缩小。这个呢，我猜大家都能买得起啊。这个质量确实高，对对对，这就是出自我的本能买的这个。这个呢，我猜大家都买得起，为什么呢？它有一块吊针，但是我们肉眼看不到啊，肉眼看不出来，但修得非常好。明天咱们拍的时候呢，我给大家看细图啊，给大家看得明明白白的。在家里摆着那就是太震撼了啊，漂亮极了。但是呢，它只是肉眼，咱们看里边，你拿肉眼看出来有没有？你能看出锈来，等给大家看看，完完全全的看不出来。哎，所以我就说这只碗呢肯定便宜了啊，但是大家看不出来，哎，气死你，呵呵，真漂亮。当时我拿着这碗，我说哇，这家伙这质量，给乾隆起一跟头啊。好，咱们明天晚上8点啊，关注这只。肯定能有漏啊，这只不贵啊，不贵，这就因为它掉了一块粘回去了啊，修得特别好，肉眼看不出来。曾经是我的，哎呀，这没把握住呢，多好的质量，这质量哪儿找去啊？哎呦，气得乾隆满地爬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个小官窑来了啊，真漂亮啊！开门官窑，来直接给图，漂亮吧？嘿，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里。
万福万寿纹小蝶儿啊。它这个呢，它这个原型呢也是来自于，哎，这个颜色怎么有点跑偏啊，有点发绿了的嘛，啊，它这个颜色呢也是来自于这个从画片到这个彩等等等等哈，也是来自于同志大婚词，同志大婚词啊，这个呢不是同志的，转过来一看，光绪的啊也是大婚词啊，光绪也得结婚呢。光绪年制，大家看这四个字啊，我得大家看一本书啊，跟这书上一模一样啊，光绪官窑，啥时候都得有书啊，这东西，要不然呢，那光我讲啊，你们是不服啊，哎，就是这篇啊。先说这本书《故宫官样御词》啊，这里边全是官窑，对吧？官样御词啊，故宫出的啊，官样御词。这个之前给大家展示过哈，就是这个片儿就是这个片儿。你看，哎，对溜，五福捧寿，旁边是福寿万代啊，就是这个片儿。过来，丢，看这款儿，哎，光绪年制。一模一样，你看这光写的啊，旭年写的跟小孩写的似的，志写的跟瘸了腿了似的啊，就是这个往那边偏啊，这就是一个人写的哈，哎，光绪年制，看这笔体一对就知道了哈，典型的光绪官窑啊，这个片儿也都是那这块有文字专门描述的这个啊，来给大家看一眼，大概看一眼描述啊。五福啊，这个对，当然那个是扎斗哈，哎，这块写，哎，得了，巴拉巴拉巴啊，寿字啊，装饰啊，瓷圈啊，巴拉巴拉，御窑啊，这个啊，为慈禧啊祝寿啊，这个是为慈禧祝寿烧的啊，那有可能这也可能是慈禧祝寿的啊。好，但是这个片呢，就是典型的同志大婚片啊，同志结婚，同志是个好同志是吧？签名版苍蒙迪上车啊，签名版苍蒙迪，您在来给我个镜头，您在苍蒙迪书院啊搜我那小号，您现在可以暂时退出我直播间，去抖音搜索这个苍蒙迪书院啊，有一个小号，也是我的头像，就这样拿着这书啊，这个人物人溜的啊，然后在那个购物车里就有哈，买的时候记得加一句话，说需要写签字啊，画个村长啊，都可以啊。画猴版苍蒙迪必须啊，必须有啊。好，这个呢就是咱们明天晚上8点啊，在抖抖拍的这只啊光绪官窑啊，漂亮，漂亮的小宝贝儿啊，该上大家伙了吧？进入大家伙时代了啊！好嘞，感谢您支持啊！这个书呢，还是学习咱们这个书堂啊古董相应的知识，还是要多看书，这个不是空话，还真是要多看书，书中自有黄金屋啊。这只呢很典型的光绪官窑是吧，粉青釉，它这个最早的来源呢，我一说大家都乐了是吧，它最早仿什么呢，它这个一看这个器型又是青铜器是吧，中间是杏圆，两边是贯耳，这个釉色呢非常美，这个釉色呢相对来说呢清澈啊，动人啊，安静，像这个古典美女一样啊。最早呢它这个釉色来源呢，猜大家都能猜到哈，龙泉窑是吧，这种粉青釉啊，粉青釉真漂亮，如玉一般哈，这个细腻柔美啊，器型呢当然了就更古典是吧，典型的光绪官窑。哎，这一只为什么选这只呢，就是它的釉色美极了啊，到头了。因为这种东西呢，这种粉青釉呢经常有一些开片什么的，如果开片了呢，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没有那么美了哈，它这个是完美无瑕，没有任何开片的情况哈。大清光绪年制啊，这款写的也标准，底呢相对来说呢磨损的还可以，不是太严重啊，还挺不错的，很开门的一件光绪官窑啊。
咱们稍微往前对一下，看看这个柚子。哎，你看看，老气横秋。它虽然是单色柚哈，但是这种酥油光啊，这种，哎，咱们走看看啊，这种油润的年代感，是吧？它虽然是单色，这个没有什么，你看它表面还有一些斑驳的一些小磨损，这釉面你看像人的汗毛孔一样，像这个酥油一样，或者像那个酸奶的那个，你喝酸奶的时候，你嘎啦把那盖一撕，你看那酸奶那个没冻的时候那个面是不是跟这很像啊？哎，就是这么个感觉啊。光绪官窑，哎，陈设器啊，非常漂亮，粉青釉啊。哎呦，漂亮啊，漂亮吧？这个窝角，这个器型，来，给我个镜头哈。古董呢，就是尤其瓷器哈，这个器型就很重要。我们转过来转过去，你看它口微撇，然后呢，它如果是硬的四个角呢，也有点愣。它这个呢是窝角，大家看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柔美了许多啊？然后呢，这个窝角逐渐收到这儿了之后哈、啊，黄金分割点啊，到这儿之后就统一到这一个哎一个角度了，哎就没有了，这窝角就没有了，这边啊就过来了。中间如果平的，大家想想也好像没太大意思啊，一个大面积的留白，中间呢留了一个杏圆，你看就有意思了啊。这东西你看，这虽然说是很平淡啊，这个釉色也是哈、啊、很低调啊，但是呢透着这么高级哈、啊、这种釉色很高级，你要是大红大绿啊，很刺激的颜色，反而没有这种粉青釉内敛哈、啊、像中国人一样啊，很内敛，有文化哈、啊、底下非常漂亮啊。好，漂亮，标准器。哎呦，谢谢点评。我怀疑你馋我们，不是，不用馋大家哈。然后明天晚上8点啊，咱们在抖啊直播拍啊，抖直播拍标准，你看看，这直播间这个有老师啊，有高手啊，这一看就知道这东西标准器哈、啊，很漂亮啊。好，咱们明天8点钟啊，直播间啊，大家赶紧来，全品50。放漏嘛啊，这个耳朵有点小毛病，给补了补，它就不是全品了啊。这个有点小毛病，那就便宜了哈。哎，赏瓶，我们要聊聊赏瓶了哈，真漂亮，挺拔，漂亮，发色好，250大哥。有个来源。在这本书里啊，2006年，就是伟大的我26岁那年啊，26岁那年，当年呢，这个一心只读圣贤书是吧？净看书里边净看颜如玉了啊。26岁啊，这个美妙的年代啊，离我远去了啊。这个17年前这本书啊，这是它的来源哈、啊，能对得上啊。我告诉大家是这个准是这个啊，咱没必要瞎吹这牛啊。很好的一个来源啊，苏富比的来源，这本书啊，谁哪位朋友拍到了，这本书就归您了啊。今天是预展，对，今天是预展。稍微聊一聊赏评啊，你看这种东西就是极具皇家气质啊。哎，这个没电了是吗？哎，这什么情况？这个你们这关键时刻没电了，没电算了啊，没电算了，咱这手指头捅不捅也行啊。这个当当当滴当当啷滴当，这种瓶子呢不歪不瓢啊，很重要。你看大家看我这么转呢，它就倍儿挺拔哈、啊。这就是品相里边对瓶子的要求啊，这一点很重要。改手动挡了，那可不嘛，改手动挡了，烦人啊。玉堂春瓶稍微讲一讲哈，这种赏瓶呢最早创烧于雍正，传说中呢全世界可能还剩个一个半个的啊，这个就不提它了。乾隆啊，嘉道贤、同光轩啊就都烧
一直到了这个宣统啊，算完了啊，都烧。制式啊，尺寸乱七八糟都一样啊，只不过是越往后呢，画的就稍微的不如前朝的好。但是这只呢，画的还真好，所以当时我挑这只呢，也是因为它画片清晰啊。有的时候到了晚清，到了光绪官窑呢，这只是光绪官窑哈，到了光绪官窑呢，画的就没有这个嘉道的。这个钱家道画的好了，但是这只啊画的还是挺清晰的，所有这种点染花卉啊都画的一丝不苟。那这个玉堂春瓶啊，稍微讲一讲哈，稍微讲一讲这玉堂春瓶啊。最早呢这种东西呢就是也是作为两个功能，一个是宫廷陈设，另外一就是皇家赏赐啊，赏玉堂春瓶一对啊。这个赏瓶它的功能呢很明确哈、啊，画的是缠枝莲，这个做官呢要清廉啊，对下属啊，皇帝对下属的这个期盼啊，要好好的为民啊。这个这么几千年，咱好像这事儿好像办的也不是太清廉啊。我说的是封建王朝啊。那这个到后来呢，这个赏瓶呢就一直烧一直烧啊，从雍正一直烧到宣统。后来呢就为了大家方便记忆呢，就都叫赏瓶了啊。它的玉堂春瓶这名字呢就逐渐的，它太长嘛，太绕嘴，就逐渐就变成赏瓶了哈。来看看底儿，你看看素笔来源就是硬啊，这东西因为相对来说这个呢辨识度比较高，然后呢大家呢对立件的追求呢，如果想买一个入门级的官窑立件呢，这个光绪赏瓶是首选，所以它的市场上的假货率也挺高哈，大家一定要小心哈。雍正的是不是贵啊？雍正就买不着啊，而且贼贵，你没有价。来给大家离近点观察一下釉面的，哎，还是釉面的老化，哎，转一转看看，就像这个皮肤一样哈。油润又细腻，还有厚度，厚重感。哎呀，真好啊！乾隆肯定过百啊，那是必须的呀。但是呢，光绪就便宜啊。来，给我个镜头，如果大家对家里想陈设一个官窑立件呢，首推这件哈。光绪官窑画的也很漂亮啊，也是典型的官窑制式。这东西往家里一摆。我们老百姓第一反应都是哇，这家伙皇家味道十足哈、啊，是一个典型的官窑立件哈、啊。大家如果对这感兴趣呢，明天晚上8点，在我直播间啊，抖的直播间啊，大家赶紧来呀！哎呀，好嘞，快点滴！哎呀。嘿，龙纹门，哎呀，也是漂亮啊，俩字儿漂亮啊。来直接看啊，货都很硬啊，特别硬也不敢说，但是呢过硬我敢说，就是欢迎大家监督啊，这个审查我的货是不是傻开门，是不是大开门，就是一句话说不出来，这个过硬我承认啊，或太硬的也不是算太硬啊，不敢说啊，不是得谦虚吗？哎，这个，来往前推一点啊，满招损嘛，不就是，哎，谦儿都受益了啊，哎，道光青花地儿黄彩龙纹大盘。大盘机啊，转过来给大家看看，哎，背面
这件东西呢有一个很好的来源哈，这个东西很好的来源，早年间的这个老瀚海啊，老瀚海窟出的，大清道光年制，道光哎，龙纹盘大盘，哎，这方面不给你抬杠啊，人品绝对过硬，咱们王八蛋事儿咱不干啊，什么搅和行业的事儿咱也不干啊，哎。来，给我个镜头，大漂亮吧？这只呢，这只盘子呢，由于标准漂亮，典型啊，典型的道光官窑。那这只盘子呢，也收录到了咱们的《苍蒙集》啊，《苍蒙集》这本书。这样呢，又是一个珠录啊。这个呢，是我一朋友的啊，这件东西我是征集我朋友的啊，这个就不是我的了，在这儿，怼。哎，大清道光年制就是这支啊，这个也是榜上有名啊，有全品啊，全品全美品，款写的不好，其实它也谈不上不好，道光确实是跟你跟乾隆比确实比不了啊。苍蒙集二，苍蒙集二我估计得明年了，因为今年要出苍蒙集年鉴啊，今年出苍蒙集年鉴，明年出苍蒙集二啊，今年是年鉴啊，年鉴必须要抓紧出。就是这支啊，也榜上有名啊，苍蒙集出版的这支啊，全品全美品啊，这支非常漂亮啊，典型的道光官窑标准器啊，没挑啊，没挑，非常漂亮，全美品，一点儿一丁丁毛病都没有，你说非得说找个什么小堆儿啊小碰儿啥也没有，而且来源特别好，早年间的老瀚海啊，早年间的老瀚海真好。这只盘子啊，明天这只盘子是明天的明星拍品啊，明星拍品，难得全品漂亮，开门开门无比啊！要说开门，这开门状态就甭提了。来往前推，年鉴跟我这本书有什么区别哈？来，我给大家往前推一下，然后再给大家讲讲有什么区别。哎，大家看这蛤蜊光啊，在晃动下的除了这个釉面的老化彩的老化之外，还有这个蛤蜊光啊，我的书呢是这样，书是每就是不一定每年出，但是呢这个年鉴肯定是一年出一本，书呢是某个专题，比如说第一本书是晚清官窑瓷器从道光到宣统的标准器啊，作为大家学习的范例啊，高清照片在里边展示，这是一个主题。下次呢有可能比如说是乾家官窑，或者说是康雍乾三朝官窑没确定，或者是某个题材啊，或者是晚明等等的没确定，它是苍蒙集的书呢肯定都是一个主题一个主题的，但是苍蒙集年鉴是每年必出，每年在我直播间，来给我镜头，每年在我直播间拍出去的东西作为这个挑出来的精品在苍蒙集年鉴中啊给大家出版，这样呢我们一个是把这件东西也展示了，是吧？从我手里卖出来的，我也跑不了。哎呀，你们能逮着我是吧？这个这么贵东西，你说你卖完了你不认账怎么办？这个呢有出版啊，白纸黑字跟那出版了，那您我也跑不了是吧？确实是我卖的啊，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另外呢，也是对我工作的一个总结哈，我们这一年都卖出去哪些精品古董瓷器，作为一个欣赏，也是给大家啊这个带来的这么一个。随手可以看的出版物啊，好，看看下一个。难得一见的官窑精品，哎呦，感谢您的点评，好家伙的，哎，这小玩意儿，这小玩意儿也有一个来源哈，中汉的11年，11年是11年的秋拍，11年，哎呀，11年我31岁啊。这个雄姿英发啊，来，羽扇纶巾啊，来，我们猜一下这个款儿，这龙啊，风车龙，这风车爪子像风车一样啊，这个龙在跳 disco， 这个背景音乐呢是野人迪士高啊，海水江崖，云龙纹，中间还有个任子云是吧？这个可以猜一下啊，猜一下什么款儿？2011年呐，那年呐，哎呀，也12年前了，一晃，一季啊，一季零两年啊，一季是10年，
好来这儿。大明嘉靖年制，嘉靖官窑啊，嘉靖官窑，11年秋拍，中汉的11年秋拍大拍里出来的啊，大拍里出来的，哎，明代的啊，有人猜对了哈，嘉靖，嘉靖，哎呦呵，高手厉害啊，高手很多啊，这就是嘉靖官窑，嘉靖本年的官窑，边上也是，看这龙纹，画的跟这小猪似的，是吧？猪嘴龙，哎，龙纹呢相对来说呢比较瘦啊，爪子比例就相对来说比较大。风车龙，这爪子你看像风车一样，是吧？这个爪子整体的发色呢还是有这个回青的感觉了吧，回青亮啊，稀罕货。哎，晚明这个明代官窑都处于低谷，现在就都在坑里待着呢啊，都在最低谷待着呢。哎，正面呢是你看嘉靖啊，晚明，嘉靖这个皇帝呢很有意思，是吧？这个他是本来在五台山啊倒黄牛票呢啊，本来是在五台山那儿混呢啊，结果这你说这个那没办法呀，愣给弄来了，当皇上了，你说说这点儿上来了啊，沉迷于炼丹是吧？各种啊，差点被宫女勒死，这个。也是常年不上朝啊，皇这到了晚明哈、啊，这皇帝一个赛着一个的哈、啊，挺有意思啊。这个五台山下来之后，赶紧当皇上了啊。好，咱们看看下一个啊，款差点意思。那晚明的款大家就别纠结了啊，别纠结了，他就那样粗大明。哎呀，这个有故事了啊。小宝剑，哎呦，来直接给大家看细图啊，咱们先欣赏一下这画的有多细。好，哎，先说这个人物哈，这个人物相对来说比较冷门，这个女主角呢我画的太细了哈，咱大概把这个故事讲一下哈。女主角叫龙吉公主，她是谁呢？她是这个王母娘娘的大闺女啊，大闺女就是法术高强，她有典型的几件法器都在这上画好了啊，这个手里这宝剑还有这个宝瓶里边飞出这个宝剑，是她典型她身边用的法器啊，特别典型的这几件东西哈。脚底下刺的啊，脚底的坐骑也是他的独门坐骑，就有点像那牛魔王的那个碧水金睛兽一样啊，他的独门坐骑叫金龙啊，这个坐骑啊，神龙啊，是神经啊，是神经病啊，哈哈，这种大小墨驴儿，大家看画有多细哈。然后他跟谁打仗呢？一会儿咱们转过来看哈。巡海夜叉，后来的跟那儿保驾的帮闲的啊，看画的细不细啊？这是民国灯笼瓶里边我见过画最细的哈。海水，虾兵蟹将啊。哎，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敖丙啊，但其实不是哈。这个画片整个是一个《封神榜》里边的画片哈，《封神榜》里边的画片。这哥们儿叫红锦，红锦呢、啊，被咱们这个龙吉公主嘎就给制服了啊！龙吉什么黄金绳啊、紫金红葫芦、羊脂玉用瓶啊，全给用上了，扑嚓一下就给摁那儿了哈，直接就给绑了。这个他骑的呢，就是他这个坐骑啊，也他骑的叫金龙是吧？龙，你看这是海里的龙，干不过那小黑驴啊，干不过他啊，这还吐水呢是吧？坐骑也干不过，然后法术也干不过啊！这法器，这小宝剑，唰就下来了，就被这龙吉公主给俘虏了。俘虏了之后呢，这个大家一看这行，这小伙长得挺精神，是吧？结果就结婚了啊！结婚了，你说这事儿，你说怎么整的呢？怎么没人没个什么仙女过来收拾我一顿，给我绑了呢？就这么个神话故事啊，这是一个《封神榜》的故事，画片满绘啊，精彩无比。哎呀！你看这彩啊，往前推走，咱们就尽量哎往前推，它放大咱也不怕啊。人物这小子一看就怂了啊，拿了一个金背砍山刀没有用啊，骑着这个金龙，这龙也不行，这龙也是啊不行了啊，不行了，明显怂了，身上这个甲胄画这个
披着这个锦缎是吧，身上穿的跟孙悟空似的，也没有用啊，穿的跟孙悟空似的，你看这一身都不是孙悟空的行头吗，没用啊，不行，使不上劲，哎呀，这个法力不行，这小宝剑啊，哎，对溜，龙吉公主的这个法器叫做鸾飞剑啊，鸾飞剑直接就给词儿，你在那儿吧你，我啊，身上的这个锦画的这个啊细腻，哎呀我的妈呀，一看这公主啊，底下这看这大鱼画的，来，哎，看看。这是一个他的坐骑哈，大鲸鱼啊，但是他画的跟鲤鱼似的啊，神话故事里他骑的是一鲸鱼啊，哎，这么画片啊，封神榜画片，就甭说主人公了，你看看这看这巡海夜叉画的，你看看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是不是真好看呐，再看到底更乐了啊，亚塞国唐朝的黑警逮了吧，大清乾隆年制啊，这一看就是寄托款啊，胎舒服吧，底幼老吧，哎，咱这儿的东西就是必须的，必须让你看明白的，高手画的，这都艺术家画的啊，口沿全美啊，他这有点这个，我看看这是什么小黑点啊，哦，这小黑点儿，这小针尖抱右啊，这不算毛病，这有点小黑点儿，这小黑点儿大概有个针尖那么大啊，这儿有一个针尖那么大，口沿描金，来看看这器型，器型硕大啊，这器型硕大，跟家里一摆，这也是明天的明星拍品啊，跟家里一摆，好家伙，气势如虹，这个也可以再给大家讲讲画片是吧？龙吉公主啊，大战她未来的丈夫。小两口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哎呀，手动挡大灯笼屏啊，民国时期的大灯笼屏，顶级画片啊，顶级画工啊，艺术家画的都是，作为明天的明星拍品啊，大家可千万别错过呀，把脸露出来，把我脸露出来，呵呵，漂亮吧，哎呀，怎么漂亮！好家伙，对，嗯，上次刘锡任那个稍微差点意思是吧？没这好。最后呢，咱们给大家拿出了一个小官窑，哎，拿出了一个小官窑小玩意儿啊，这个就是一把镰来了，哎呀。光绪一把镰这种东西最早呢能追溯到明代早期啊，永宣时期，永乐一把镰，莲花、莲蓬、瓷骨，什么什么这所有啊，灵柩恨不得啊都来了啊，水生植物拿着这个绶带一系啊，一把镰才是做官要清廉哈，这个整体又光美极了，美极了，帅极了，哎呀。这家伙，明天晚上八点拍啊！明天晚上八点拍。哎，对，怂了都看出来了。呵呵，光绪啊，大清光绪年制，这就是入门级的光绪官窑。这个的创烧呢，也是在雍正啊，雍正。我这边之前给大家展示过半拉的一个雍正的，一模一样啊，画片等等等等都一模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大运瓷的标准器哈。当然了，它比那个缠枝莲呢等级要高了许多啊，它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写实的。外边呢是缠枝花卉，里边呢是一把镰，一撩莲花，是吧？咱们这儿的东西呢，不敢说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呢，开门程度啊，这一眼老的这种状态，那绝对是有我这拿得出手的啊。我第一眼以为金簪带的，对，但这质量很好，釉光很好，画片也是清晰，有的呢烧飞了，有点烧晕散了也不好，这个呢清晰啊，非常漂亮的一只啊，光绪官窑，哎，明天晚上八点啊，咱们把这些呢呈现给大家，哎呀，全美品，你说说，没毛病，太好了，哎呀，咱们。一共是24件拍品，今天呢都给大家过了一遍哈。
有没有点菜的朋友啊，想看看之前咱们看过了咱们回头再看一眼的，有没有这方面需求啊，咱们给大家满足一下哈。这一场呢也是官窑也有，茶杯也有哈，有各种，太好看了，太美了啊。有各种需求的朋友呢，咱们尽量满足，是吧？有的呢可能就想装饰装饰，有的呢需要大装啊，要需要官窑啊，咱们这都有啊。来源过硬啊，品质过硬啊，这个一切都由我个人啊来为大家担保啊，这个我也跑不了啊，你逮我那跟玩似的，是吧？就找一拍卖往那一蹲，我早晚得来啊。太 beautiful 了啊，这英文您跟我这个英文小学水平一模一样啊，反正我这瞬间能理解您想说啥啊。能随便点吗？哎呦喂，这个榜一大哥来了啊，浪荡又来了，可以随便点啊，随便点，随便挑，随便点，随便点一点，随便挑一挑啊，都可以满足大家啊。然后咱们这场拍完了呢，是八月二十几号再下一场，八月二十一，有可能是八月底，有可能是九月初，咱们要拍一场这个，叫欢乐拍啊，咱们要拍一场欢乐拍，有可能是九月初啊，欢乐拍。这个欢乐拍的内容呢，就是咱们原来周日每一次每天每周日晚上固定的节目啊，征集啊，征集了好多这个藏友们想出的藏品，这个呢功德无量，是吧？一个是我从我把关给大家整理这件能拍这件不能拍啊，能不能拍大家都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然后呢把藏友们的东西呢拿过来，有朋友，很多朋友藏友是需要换藏的，那他这件买了卖了之后呢换那件，那有的朋友觉得哎这件还不错，提供一个平台，大家就是那假卖了然后乙买了，中间我来给大家做担保啊，挺好玩的一件事，叫欢乐拍，是吧？这也有可能几千的，有可能几万的，都无所谓啊，大家就乐呵乐呵啊，挺有意思的活动，我觉得。嘉庆那个五彩龙凤碗再看看，好，把那个气死乾隆的那个五彩龙凤碗拿来，那太逗了。十七号，气死乾隆，哎呀。哎呀，气死乾隆，他不让雍正。哎呦，真漂亮这个，大家看看这发色，这画工。哎呦，太美了，做个透明人。哎呀，而且这个贼便宜啊，因为这个商业修复了一下，咱们肉眼看不出来。它是有点毛病啊，但是啊这是太漂亮了。他气死乾隆，他不让雍正。嘿，真漂亮，那必须的。款儿釉胎，你看这胎土陶洗的，跟雍乾没区别，这就是顶级的官窑塔胎土的状态，洁白如玉。你看它时间长了之后都有点这种玉化了啊，玉化了，这彩细节，哎呀，活活气死，活活气死，嘿嘿嘿，不，怎么可能是你那只呢？你看这釉面，这龙纹。哎，大开门，荷叶大开门，是吧？那不是全品，不是全品，把我这大卫传给你。残的地方呢，大家肉眼看不见，我都这么高清了，给大家来看看，我大家就看不见残的在哪儿。但是明天咱们直播拍的时候，我就给大家看那个照片啊，您看看里边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它修的特别好。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在哪儿残了啊，明天这就是一个残器的价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啊，这个他妈便宜极了，便宜极了，就是一个残器的价。但是呢你看不出来，你看看，你说气人不气人，你说气人不气人，你就看不出来，哎，气死你。明天给大家讲啊，特别好的一件，特别漂亮啊，跟家里一摆谁也看不出来。
修的特别好，不是全品啊，残了。刚才有一朋友说要看23号，写了个乾隆款的值钱了啊，这要不看款都猜乾隆，还得是乾隆里边的上乘之作啊，就是质量贼。结果一看，哇，家伙，嘉庆的高光时刻。咱们刚看完23号哈，还有一朋友想再看一下这23号啊，明天的明星拍品，哇，之前是谁说的一个我特别认同他的一个观点哈，就是甭管是明代明早、明中、明晚，什么这个崇祯、康熙、雍正、乾隆啊、嘉道贤、同光宣，各个朝代都有各个朝代的高光之作，各个朝代也有各个朝代的破烂啊，这个。不能以朝代论品质，这就是民国时期的高光时刻，你说它哪能挑出毛病来吧，你是说人物，你说衣服动态衣褶，这风动，你看它这个飘带啊，海水动态是这大大黑鲸鱼，还是人物的小这个什么巡海夜叉是吧，这个动态啊，开脸巡海夜叉就骑，这坐骑就差点意思啊，前面那都是大劳斯啊，劳斯莱斯啊，这就是共享单车啊，但是人家也有坐骑啊，这个呢就这个马六啊，马六啊，骑一个，哎，得了，凑合开啊，看看细节花纹，哎，都是上乘之作啊，顶级民国顶级啊，这个封神榜花片啊，没毛病，没挑，品质上也没有挑啊，就是一点毛病都木有，你看开门程度大家自己看啊，还有一个乾隆寄托款，品相一流，画片一流，一流一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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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啥说的了，都到我家喝酒去吧，哎，好东西就是大家一看都说好，谁买谁知道，用了都说好。22号，看看22号有这个点菜啊，看看22号。明晚怎么拍嘛？有规则吗？西月你好啊，明天晚上呢8点钟，咱们抖抖啊，抖抖抖抖抖，准时拍啊。到时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规则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小程序，因为抖这个平台呢有很典型的，就是有专门使用的拍卖小程序啊，您就里边操作点一下加价就可以了。然后咱们有一个保证金，10000人民币的保证金，就是可以拍全场啊，就是一个入场券啊，咱们就。玩起来了啊，明天晚上8点啊，嘿，刚才咱们朋友说要看看这个啊，大明嘉靖年制嘉靖五爪官窑龙纹盘，海水江崖啊，江山稳固的意思是吧，还有一些认字云呐、啊、这都是官窑里边的标配啊，大明嘉靖年制啊，款写的稍微有点无组织无纪律啊，但是这个是时代特征，咱们就别跟他计较了啊，这个晚明也就那样了啊，嘉靖皇帝本身也没溜，哎，2011年中汉的秋拍，那一年呢我31岁啊，30而立了，12年前一个轮回，好看哈，稍微往前推一下给大家看看这釉面，电量低于15%，哎，咱就说开门不开门，说啥都没用啊，就是东西上见真章，咱们直播间就是，哎呀，咱哎得叫哥呀，对，我43呢，才43，你那意思我长得像73呢啊，咱们这个直播间就是必须渐渐开门，就是完全没争议啊，经得住考验，毕竟咱们要做这行业的标杆，咱们要做这个甭管是
直播间还是古董啊，这个相关的啊，严格要求自己啊，在这直播间里呢，千人瞧万人看，这个如履薄冰是吧？小心翼翼，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啊！然后万一拿出一个，咱甭说新老问题，有一个不开门的，都是我们这个问题啊。漂亮吧？嘿，好。道光盘子底款如何？这个道光盘子底款是典型的官窑底款哈，我们这个能出在我这本官窑苍蒙级官窑瓷器书里边的都是典型的标准器哈，这个就没有争议。因为道光呢相对来说有的款写的是稍微歪一点，有的款写的就正一点，这个呢是在偏左偏右的这么一个范围内，合理范围内啊。这个官窑款写的稍微歪一点点也正常哈，非常非常正常。你看这整体看还是也是挺整的，它这就是光字写的稍微歪了一点哈，很典型啊。我们这都是经过好家伙层层筛选，一点都不能有任何疑问的，才会出在书里嘛。书是什么？一个是我的脸面，一个是呢接受大家的监督啊。这东西白纸黑字儿，你还想往哪跑？人家买了之后，人家那指着这个拿着这书指着你说：“孙子，你这有问题是吧？”那你往哪跑？哎，这您就放心是吧？十四号看一下，有人点十四号，十四号。我这胳膊上怎么起了个小包？最近北京太潮，就是老下雨，天天下雨，没事下雨，屋里也潮。十四号，这是咱们之前给大家讲了是吧？在我手里拿了好多年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标本吧，算是标本啊。光绪官窑，光绪官窑的这种回凤大碗呢非常漂亮哈。这里边还有一些小插曲，就是这个清宫档案呢，尤其晚清的啊，从道光以后的这个档案呢相对来说保存的比较完整。关于这种回凤大碗呢也有很明确的记载哈，它的成本是二两三钱银子，当年二两三钱银子可不便宜啊。这个有一个对比，大家都知道它贵了哈，二两三千银子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青花赏瓶，那么大一大瓶子下来的，它的成本是二两四分，这等于说这大碗比那大赏瓶成本还高。彩贵，你看这彩不就是洋彩吗？这彩不就是典型洋彩？往前推，这是典型洋彩啊。来看看厚度油润，你看看，这不就这都典型的洋彩哈，贵啊，又白，彩呢细腻，不模糊，然后呢鲜亮，所以虽然说它是个标本啊，我当年21年买的，这个孟说官瓷啊，你是不跟我抬杠，你是浑身难受是不是？哪天线下我见着先捶你一顿，你去问问朱继鹏，我这是哪年跟他那儿买的。别老跟我抬杠啊，趁着我脾气好老跟我抬杠玩是不是？大清光绪年制啊，你去问问朱老师啊，我是哪年跟他买的啊。哎，孟说官瓷，我发现你小子这个哪天线下逮着先揍你一顿啊。大清光绪年制啊，非常典型的官窑款。哎，看看啊，来，虽然残了，但是这只呢质量非常好哈。对于瓷器的热爱呢，对，套麻袋一顿揍。我21年也买过一只，我他妈21年买过不知道多少只。21年我买了两个，买了一个道光，两个同治，一个光绪，两只宣统都是我买的。我21年买的多了，哎呀，光绪更甭提了，光绪我都不知道买了几个了啊。哎，大清光绪年制这只呢在我手里好多年了哈，你问问朱老师去啊，问问大萌在你手里买这只残的多少年前买的啊。哎，矾红款是不是都瓢？这个没有，这个矾红款跟质量
没有直接关系啊。这只碗还不瓢不歪啊，非常漂亮。这只碗如果不坏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质量非常上乘，就是光绪官窑里边的顶级质量啊。光绪官窑有很多的发色不好的，彩不好的，所以当年这个残的我也买了哈，这个残的我也买了，哟，真漂亮啊，在手里好多年了哈，也要换一换了啊，换一换藏，因为确实是从我手里卖出去的魁凤大碗，不知道多少个了。哎，你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给你挑一个。好，看看还有没有朋友点的。哎，还有没有要点的朋友啊？没有，我就快要下班了啊！能给我们看看细节吗？啊，被朱老师套了十年，还是你懂我呀？还是你懂我？哎呀！那个明天晚上8点哈，咱们在抖啊，在抖这个直播间啊，咱们不在老铁那儿啊，不在老铁那儿，咱们虽然跟老铁这边一直也在聊天，但是老铁这边咱们就是聊聊天啊，咱们明天晚上8点在抖这边直播拍卖啊，直播拍卖嘉庆龙凤碗，哎呦，这碗全品就值钱了，那肯定的。18号看看，18号哦，18号的小盘子看一下啊，人造人18号看看啊。这只呢也是非常典型的啊，光绪官窑。我们刚才拿这个官窑玉瓷也给大家展示过了，书上跟书上制式一模一样，款一模一样。这个是有迹可循的啊，清宫档案都有记载。光绪官窑全美品，这只是全美品啊，款也非常立正啊，典型的光绪年制四字款啊。开门无比的官窑啊，在我这儿呢，优势就是官窑绝对是官窑，不说官窑绝对不是官窑，咱们从来不混淆视听，不打擦边球，不扯犊子啊，要树立这个认知，就官窑就是官窑，民窑就是民窑，别扯犊子，别糊弄啊，别骗人，别蒙人啊，往前推，对，让大家看细致了。哎，开门不开门，漂亮不漂亮，什么时候咱们必须得做这个标杆，谁说的都是响当当的啊，过硬，这是追求啊，漂亮啊，好多气泡，这就对了，没有就不对了哈，没有你买一光溜的釉面倍儿光溜的，你琢磨琢磨什么是个啥，那是个啥呀，哎，好东西会说话啊。17号看看，17号是啥，是啥呀，哦，17号是那个龙凤碗啊，龙凤碗刚才给大家看过了啊，看看嘉庆龙凤碗，好，好东西就是养眼。咱们在直播间的朋友啊，一个是帮我点点关注啊，这个很重要。对于我来说呢，我这跟大家一顿叭叭哈，呱呱呱呱呱一顿啊，蛤蟆炒坑，大家一定给我点个关注。另外呢，是大家加我个粉丝团，这样呢，我以后有什么动态、有什么动向是吧？上法制进行时了什么的，大家都能。第一时间能知道啊，所以大家加我一个粉丝团，另外一个呢，再给我点个关注啊，大家一起玩啊，谢谢大家，哎，嘿嘿嘿，这么晚了就不要让大家点赞了啊，没有用了啊，赶不上，咱就看这件啊，17号，非常，哎呀，给乾隆气死的啊，龙凤五彩，青花五彩龙凤啊，那官窑顶级。气死人，漏不了，这还能漏啊，这你肉眼都看不出来哪儿修的，你看我这再给大家离近点，我让大家看看肉眼能不能找着哪儿修的，一点都看不出来啊，这是一个高手，高手，高高手，大家看看搁哪儿能看出来，
明天我给大家看那个我们照的照片，给大家才能看出来啊。气死乾隆，他不让雍正。压塞过唐朝的黑警逮了吧？你看这胎，预制感极强，跟那个雍乾的那个顶级胎没区别。大清嘉庆年制啊，从里边看也是，离他妈近了，离近了贴，你把鼻子贴在上面，你都找不着哪修的。他气死张飞，他不让李逵。我唐朝的黑警逮了吧，漂亮吧？中间一大红龙，还往回缩一点，哎，让大家看全了，红龙啊，红龙碑，真漂亮啊！这只用强光能看出来，明天我给大家发强光照片，大家都看出来了啊。强光我拿那个红线都给大家勾出来啊，怎么坏的，我这来给我个镜头，咱们这儿呢，一个是保证质量，保证官窑，保证品质，保证年份，保证品相，一点不保留啊，咱们不干那王八蛋事儿，就是这个所有的咱们都放在明面上，千人瞧万人看的，我也丢不起那人啊，一个嘉庆官窑我也不至于的啊，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大家弄明白的，弄立正的啊，弄明白的，踏踏实实啊。我看到这儿能看能吗？嘿嘿，不行，还是得拿强光啊。这么太厉害了，这个。哎呦，好，对，这个不是全品，这个是有一个吊针啊，但是有一吊针。明天我拿这个强光照片给大家拿笔画出来啊。8月14号以后，8月14号以后呢，就是8月21号有拍啊，就是一周后，14+7啊，可不是一周嘛。8月21号还有一场拍啊，然后咱们之后呢还有一场欢乐拍，欢乐拍刚才跟大家说了哈，广大藏友啊，有想换藏的，有想换钱的，有想出货的，咱们就是哎给大家我帮大家把完关之后，哎咱们交流，仨瓜俩枣的就卖了啊，挺好啊，功德无量。这碗太漂亮了，那必须的呀，我这精挑细选呢，那家伙还便宜呢，那不是全品啊，便宜啊，这花钱不多，找乐不少的呀，多好啊。行，今天呢挺成功，给大家看的也都挺高兴，我觉得哈，我个人感觉挺高兴，我也挺高兴哈。然后咱们明天晚上8点呢，咱们别忘了在抖音直播间啊，大萌爷搜大萌爷抖音直播间，咱们明天晚上8点一起玩啊，嗨皮的啊，咱们拍一些，有需要杯子的，有需要官窑的，有需要立件摆件的，大家记着啊，别忘了啊，明天晚上8点咱们不见不散。行，今天就对，明天晚上。叫村长啊，叫村长一块儿。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然后欢快的时光啊，明天晚上咱们继续啊，明天晚上8点不见不散，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咱们明天晚上8点抖音直播间，拜拜。